请让我借住一阵子，我可以睡。不是有那个舒压方块的玩具吗？哦，你说那个，啊，刚有一个观众不知道到楼下送了我一颗。哦，然后呢，那一颗68块不是吗？屁啦，要600多哎！我找给你看，68块怎么办？你要不要跟我道歉？你，我跟你道歉，我直接跟你道歉，不用管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送来给我啊，有一个美国，因为美国就万圣节没有，然后不是要去那个取口去吗？然后我就折了20个那个鬼手有没有？然后把它套起来的时候就变很大，然后把它涂成红色，然后缠那个胶带，然后就整只手这样，然后就去那个不给糖就捣蛋，然后第二天去学校，同学排队叫我帮他们折，真的假的？在美国折的，然后我就一边帮他们折，一边想说你们这群智障西方人，什么都不会，这是 fucking origami， 你们不懂。让你啊！我说只有东方的文化才可以，然后你们这些废物。还想说怎么对女生那么凶啊？老王看了很多集才知道，原来是换铁的兄弟。我真的是看不懂那些换铁的兄弟。从高二一直到现在大二了哦，几乎买了这个。不要睡，我在念人家心意。对不起，刚好有机会买了这个。喂，刚好有机会买这个。我刚那拍好像台哥，刚好有机会买。曾经台哥，你刚刚这样。你那是打字学吗？你不是那个啊，我知道你们这个叫什么，他们台语叫秋针啊，对，秋针，秋针，那中国语叫手剑，那英文叫 head bitch， 手表，那是头剑吧？ head bitch， 手表， head bitch， 手表，抓到了，变了，哇，你这惨叫，好好笑啊！我以为有咖啡倒了，那咖啡有我的这个舒压小方块重要吗？那个主机坏掉，我赔不起啊！每次尖叫那个沙哑声都很像，你以为丽晶姐来是？这种东西，我连自己生日都不 care， 我 care 什么圣诞节？不知道为什么你刚刚语气有点像台哥，是吧？哇，你今天好台哥 type， 先是木曜四超宅，哎呦，不错，木曜四超宅，那我们就改名好了，不行啊。啊，肥仔也很臭啊！哪肥仔臭？肥仔臭是有闻不到，肥仔是必备的、啊，好吗？肥仔臭香的、啊，不是肥仔臭。那、啊、你想要养一个肥仔在家里吗？不会。如果你想要养的话，请让我借住一阵子，我可以睡你的客厅，客厅地板变绿绿的，出门差点滑倒，有点油啊，太恶心了吧！然后下一个哈 ，The Life of a， 他先用完我超焦虑，真的很好笑哎，少啰嗦，你头发才好笑嘞，你下面才好笑，你人生才好笑嘞，人生，啊，笑死我了，30岁还什么2021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看一下应该是吧，应该是吧。然后男生就在车上这样，然后看书，然后就超人听到，然后就，对，哦，太大声了吧，大嗓门呢，好丢脸的。然后一下车捡石头丢的，然后石头掉下来，砰砰砰，赶快拿一下，赶快，太大声了，哎来了哎，热的哎，热的，乌龙茶，赶快摇一摇。我忘记带你的手表了。哎，抱歉，下礼拜啊，好，下礼拜带。你们还有什么遗漏在我家的？没有，我的钱吧。好喝。你没有，你带走了。扛掉了500万在你家。你带走了。白送我房子装在你家了，快搬出来啊！真的。他下礼拜开车说，哎，现在拿房子很大，一个纸扎屋。哎，现在纸扎很贵。那我也接受了，纸扎很贵，对不对？现在纸扎很贵。那纸扎屋模型。纸扎屋要模型。纸扎屋的概念图。纸扎屋的照片，只用 iPhone 存。好，常威。传回去给你。嗯。他只给你个酒哎。我以为超小。
哎、欸，要秒到他其实还蛮难的。白痴，真的是，对，好蠢的画面。直接我搞你啊！妈的，妈的，啊啊！哎、欸，又在了，在了，在了！刘啊，现在截这个画面这样。哎呀，咖啡的姑娘，再来呀！我要，我要，再来！金部长再来啊！如果可以给我一台曲面荧幕的话，我不愧是金部长，蛮来劲的吧？哎，这是金部长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是像，这是韩部长。我按他头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他有悠游卡功能？他说啊，他上面有一个悠游哎，我真的哎，真的哎，有感应的磁贴。哦，磁贴好脏啊！好奇怪，好像有哎。有啦，后面有一个圆圆的磁贴、哦，所以它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做捷运，然后就没有，你可以做捷运，然后就永恒的，没有声音，你要花尾去，你要自己想永恒吗？上空这样，上空这样，永恒的，我们结婚吧，真的哎，到底有多爱他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法比欧啦，先搞不好法比哥给法比欧，去 Seven 买烟，然后直接把模拟器放在他们那个，他说你这个是。永恒的爱，然后就买烟，然后就哎、欸，你这个是包恨一包，当幽兰的，超无聊，七星双尾金球五毫克，超长的名字，超长。好了，我们还有那个最强硬活动字卡来看一下，啊，好长。活动期间12月7日到2021年4月4日，好，地方在这边，我们休息5分钟，等一下回来拆那个一些东西的 money， 超奇怪啊，进广告。